宜盛保全两年前接管亚太董事会，学校准备停办了，学生马上要被迫转学，老师教职员工立刻面临资遣。我现在也才20岁，我未来还很长啊，可是他们总不能把他们的利益建立在我们的未来身上吧。台湾史上第一次，我们的教职员是被逼迫的，要采取夜宿抗议的方式来到官署前面，要求他们偿还保障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权益。我不想要让学校倒闭，我想要在留校毕业。背后的主管机关教育部责无旁贷，教育部长吴茂宽出来面对，出来面对，教育部长吴茂宽出来面对，出来面对。将近一年来不断澄清，不断喊话诉求，亚太的这个自从宜盛保全秃鹰集团入主董事会以来，校务乱象、师生权益受损的状况到今天还没改善。更遗憾的，在上个礼拜，亚太的学校的校长吴玉锦的辞职，亚太学校的董事长黄平章先生也吴玉锦的发表了辞职。一个学校自从宜盛集团入主以来一年多，走掉了5个校长，学生被强迫逼退转学，老师被恶意迁薪，学校采购屡屡一再跟宜盛集团进行不正的交易，背后的主管机关教育部责无旁贷。目前台湾很少会有这个科系，可是我们现在面临要转学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要转到哪里去。不管大人们他们要干嘛，不管是谁来经营学校，不管他们在争什么，可是他们的这些利益，他们这些事情不应该建立在年轻人的未来身上。我们还有未来啊，我们每天在学校都提我们的专业练到半夜，可是如果之后我们转学就没有这些。所以我希望教育部接管学校，让学校继续经营，最少要等到我们毕业，最少要保障我们的学生。宜盛保全两年前接管亚太董事会，两年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关掉所有的系所，逼退老师，逼退学生，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办学，他们是要占据亚太16公顷、10多亿的这个资产。为了表达教育部最大的抗议，在这里我要焚书烧证，把教育部颁给我的教授证书在这里公开烧掉，把我以前大学学术生活20多年所写的这个教科书全部在这里当场烧掉。我们对你的劝导表达异议哦，按照警察职权行使法对我们的异议表达开立异议书。我们在这地方没有占用到人民真正要行径，如果有人要走过，我们不会阻挠这样的一个必要的紧急进去。坦白讲了，你们这才占用道路吧，这才占的，我们告发这样的有没有占用道路？告发，对，要不要告发？围成这样有没有占用道路？堆积的，你们放火车要停摩托车，那你们这样子人家怎么过？对不对？围城这种状况是要怎么样才有什么叫做道路？我们诉求非常明确，今天2点，教育部不要再糊弄我们了。亚太的校务已经不正常发展到今天的状况，校长都绕跑了，董事长都绕跑了，但是宜盛保全公司还是占学校董事会的80%。的其次，如果教育部不立刻接管这一间学校的未来，依然是这个秃鹰集团所掌控。教育部长吴茂宽，不要再闪躲。对于亚太学院师生长期受害、董事会长期不正运作的状况，明显的违反了私立学校法的规定，
按照私校法第25条，主管机关教育部应该要立刻申请解除亚太董事会的职务，重新改由包含师生的公益董事组织董事会来保障现在既有师生的权益。他们说亚太很有可能7月底就要无预警的停办，我们要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很多人现在才大学2年级，如果我们再一次的让学校可以随意的7月份就通过停办，是师生在8月1号就要强制的被赶出学校，按照教育部既有的办法，也应该是逐年停招，到没有学生以后才申请停办，也就是他要保障既有的学生有原校安心毕业的权利，而绝对不是为了董事会的利益可以片面的说停办就停办，说赶走就赶走。我再一次的重申，老师的辛苦，同学们的无奈，教育部都知道，你们的心灵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力量来协助，希望跟这个老师、学生还有这个董事会这边啊、校方这边啊，能够找到一个对我们师生最好的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教育部可以协助你们的地方，我们呢，我们会尽量的会跟你们一起来讨论，这样好不好？第一个次长跟部长刚您提的嘛，我们是希望下礼拜，就是下礼拜五之前，次长您务必一定要跟我们工会。高教工会、亚太分会以及我们所有学生自救会的一个同仁代表能够进行一次的会谈，你最少要跟我们会谈，让你了解我们状况。我们更希望是部长他也要能够跟我们会谈，尤其是在这之前，我另外一个诉求就是在部长没跟我们会谈之前，教育部绝对不可以接受亚太创业就业董事会送出来任何董事会的一个核定以及停办的核定。我们下周五这个有跟各位老师、学生代表了解各位的这个诉求之前，亚太技术学院的董事会的任何的决议，教育部一定不会这个给予核定，这样好不好？听到了没有？这样可以吗？听到了没有，大家？听到了。顺便念一下确认文字。市长的说法是，5月17号下午2点会由姚市长这边跟我们进行讨论跟协商，那地点部分是不是现在可以确定，还是等到正式确定之后再通知？再通知一次。我还要找会议室。好，好不好？好，你们要给我们人数嘛？好不好？好了，那听到，那你们要保重哦，好不好？那个同学年纪比较小，可能不要让他们在这边太受寒受冻。是同学啊，是学生。同学，你要保重啊，你年纪比较小，你的这个。我们最小的在这里，他才大二。是。我们就打算明天早上8点在这边挡部长。教育部长出来。反正好了 ，OK 了。这我都已经答应了。好吧，我们已经有我们就先这样喽。好，谢谢，谢谢。坚持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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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到底。亚太案绝对不是单一案件哦。如果教育部可以再视若无睹，我相信各大专院校都会企鹅效尤，各个财团对于这些私校的土地跟建物都会视为要圈地的对象哦。